跟着佛号声，志工和民众不乏坚定，齐步向前。我一家人可以回阿拉斯加金市场来朝参。当我在朝参的时候，觉得整个心都很平静。每一个踏步，每一次的下跪，其实都在让我们的修身修心啊。世界发生这几项罪啊，饮醉啦啊，就是来增加你爱来到卡手啦。 开灯平安。慈济吉打分会迈入25周年，借由虔诚礼佛，找回大家心中当初的那份信念。那么我们希望找到这个初心呢，能够让师兄师姐可以在往后无数的25年呢，回到他本来发心参与慈济追随上人的初心。 甚至生生世世在慈济路上呢，可以做得更踏实、更坚定。队伍循着不偏不倚的轨道行进，人生的道路这一刻更稳健了。大爱新闻王哲蔚、陈春山、王素月，马来西亚报道。